ียนนึกว่าไปชิวต่อจริงจังจะยืนนอนอย่างเดียวต้องจำทำเพราะจะจำกันนึกว่าหนึ่งปุยยาเดี๋ยวมันนอนเลยล่ะ热情的那个哦，对，你们这两个情况好吗？你简单说一下啊。我好采访有回去了解，一个刚要嘛啊，那就是只有几岁的时候是个男孩女孩？是个女孩。是男孩。是个男孩。嗯。只有几岁，然后就死了。嗯，大概六七岁死了。啊，六七岁啊，六多岁。感觉挺多的。嗯。六七岁死了，然后有感染的百川。现在好了，这是女的，这边是女的。那你们他回来以后总该问你了，知道吗？他现在反正他前辈子的家的，他这样也回来走，也去走一走，这辈子家也走一走。对。那这个投胎到板村的话，他为什么这样？我们那里啊，上那来的。这就不清楚了。这必须买板村了，上那。对，就讲过一下嘛，也不错。对，那就是。陆万一，那这个就是万一阁打死那个人，就是，就是吴佩吕哈。对。吴佩吕他嫁到甘溪乡安科村了。嗯。但是在县城住。嗯。吴佩吕这个基本情况，你们说一下啊。他是广西仁胜县乐江乡纪宁村。那死的时候年龄多大？下面留啊。那个死时候应该是青年了，因为那个是搞这个文化的革命运动，搞武装啊，文革武装留啊。文革武装。那个应该是武斗啊，就是犯什么错误或者是情分高，被判死刑。我顶着嘛，还挺好的。也许情分高，也许就是一个什么犯什么错误，判了死刑。嗯，那个时候就乱判，是不是？那是乱判，你随便判一下，马上见见判，明天就枪毙了，是，然后枪毙了，嗯，打死怎么打死的？用什么武器打死就不清楚了，把他打死了啊，把他打死了，判了枪毙打死了，嗯，打死，那打死以后呢？打死以后他就，投胎到三盘了嘛。到我们这个村了。他从广西跑来投胎吗？不是很远，是吧？吉林。离我们这有15公里左右。15公里啊。嗯。隔着15公里投胎到三盘。嗯。他这个跟这家有关系吗？关联吗？没有关联嘛。没有什么关联。但是我听他们说。他在小时候跟他母亲到地里那边一所亲戚，所亲戚他一认识那个向辈子打死他那个人，他就跟他母亲说，就是这个人向辈子把我打死了。哦，小时候跟妈妈去走亲戚啊。他妈妈去那个单盘走什么亲戚、不是，到地里。不是，到地里走什么亲戚？我不知道什么亲戚，因为。他们跟我呢，又稍微有1公里左右，也不很清楚。哦，小时候和妈妈去吉林，走亲戚啊。嗯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看见一个人。他看见一个人在那个鱼塘边磨刀嘛，磨，就是磨刀。他说这个，就跟他母亲说，就是这个人上辈子把我打死。鱼塘边磨刀。不要张罗多少，就好好奋斗。磨刀说这个人打死我的。他就跟他母亲说，这个人。干的。好，谢谢啊，好。这个人打死我的。然后呢？那个人。那个人也没什么反应啊。你挨着在搞顶呢。但是那个人就说，听着就是有点后怕。在南边搞顶呢。那个人听说了。现场就听说了吗？听见了。好像这回事，我也很不清楚，因为都是全说啊。他说，那个人知道以后有点害怕。发现报仇啊。后悔，一定后悔。害怕，然后后悔啊。然后呢？然后就不知道了。主要情节这个三年嫁到两亩六万斤的。这个人姓什么？吴佩吕。那公斤要喂。吴佩吕丧失多公斤了啊？丧失了。哦，六万，你别公啊？你别公啊？
你们老板都能修过？哎，咱妈修呀，这女人你摆在哎，我和谁人都在这个。啊，我认得了。哎，上一世就是那，这个地方。我没有那一个，加个。这一世呢？那套呗。六千。管子肉。六千才当盘的是吧？嗯。六千不是，你们问他现在嫁到江西乡到哎克屯，投胎投胎到外面留那么好看，那个当那个东乡村吗？东江岸待着钓，那哈是。啊，嫁到哎克屯，你看我六千六千多的啊，出去刚刚都忙才这么过，我就问了交通国王定了，哦，我还是问，嗯，几老年的家务啊？哎呀，东江呢，比方我呀，那很近的。嗯。两个人现在，关了门口来了，基本上都两个人没去北洋没登记呢。大约70后是吧？两个人就在那北，然后出现情况。我，这人走也不好走啊。那在澳巴北边有他电话号码就好叫，没电话号码。南澳巴北，我那用到，跑到澳巴北，北是南南北，现在不叫南北，叫澳巴北啊。知道他，江湖的电话。哎，何先生，这和丈夫间光不这个这个。哎，先生，哎，小何，你知道这个人的这个人的电话吗？西门真的吗？我闺女丈夫的电话。我没啥电话。没呀，那要按我。有没有？有吗？没有啊。没有。他没有。哦。本是咱都是咱亲戚。亲戚吗？对。什么亲戚啊？是我叔叔啊。哦，哪个人是你叔叔？就是吴佩吕嫁的人是你的叔叔。嗯、那你可以帮我找找吧，啊？他不肯说呢。不愿意接受采访了。现在我打断了，大家都不愿意接受采访。回头回头。啊，哎，哎，哈哈。哎，白玉来了。哎，你为什么呀？我也想